管不上，伊第二代管得上啊？有有。好好好，开始开始，好口罩。来来来，门开始。来了。好，开始了，开始了是吧？好，各位周到市民朋友，大家好。葛末阿拉今朝呢辣盖南路终点站，现在呢阿拉即将乘上个南路终点站车子。哎，哎，走了咯。葛末搿辆车子呢是今朝的主题庆生专车。葛末等下来上去看叫搿辆车子有啥勿一样的地方。那么阿拉就开始了，开始啊，跟你老师搭档了，今朝就，来了，到后今朝呢，搿辆车子非常特别。首先呢，阿拉请个摄影师拍摄一下搿车子里向眼细节。百年公交与你同行。哦，来搿搭。那么你老师今朝随意点了咯？上海话讲讲了。阿拉今朝上海话为主，因为我觉着阿拉乘南路公交车的市民呢，主要是上海的市民朋友比较多。哦，好的，对吧？张兄，侬是不是搿能觉着？哎，搿当然了。特别像南路搿能介个老的线路嘛，阿拉人是应该，我觉着阿拉讲上海话就贴近市民实际生活。哎，包括阿拉乘地铁。嗯，包括拿栏目还是天天阿拉老百姓生活。栏目名称就是上海会客厅，对吧？对。报纸名称就是新闻晨报周到，主要是为上海的市民生活服务啊。哎，那么我想考考侬啊，张晓。哎呦，阿拉南路搿部车子历史啊，到底是从何里年开始算起啊？当南路的开通呢，历史上是有明确记载的。是1928年的9月份。1928年9月份开通的。那么伊个线路呢，开通的初衷呢，是来了西区边缘地带，实际上一条老短的线路了。搿西区主要是指啥地方？搿西区实际上蛮偏了，当时辰光相当偏，因为就中山公园。哦，中山公园就是乡下头的。老法里呢，正宁路朝西，基本上就是郊区了，有个意思了。那么搿早了，对伐？要搿个半个世纪以上的事体了。那么搿辰光，中山公园还叫兆丰公园了。对。兆丰公园到秦淮市，搿辰光没公交车，搿么开一条南路电车，实际上短了些线路，现在看看啊，主要经过是愉悦路。可以讲南路实际上对于愉悦路的意义呢，是相当大啊。因为伊介许多年数里向，搿就没变个就是愉悦路搿搭一段个，搿个经过搿段路，对伐？当然了，南路现在的光辉，光是相当大个了。为啥呢？因为经过南京路，经过南京路嘛，全中国人侪晓得了，全世界人也晓得了，对吧？所以个南路个光芒点是相当亮个，包括现在开出来地方，虽然讲辣外滩个背后头，对吧？但是因为有的汇口路啊，像个那阿拉搿只交错地方，有的相当漂亮个建筑，对吧？各方面阿拉应该讲老百姓也好，外来游客也好，对阿拉搿地方关心个热度还是相当高，啊，像阿拉现在车子上。因为路比较小，啊，现在经过一系列改造，特别是配合国美南京路步行街搿次一系列配合之后呢，搿搭嘛也开始有了公交车了。原来老早上海辰光是勿大能想象的啊，因为对伐？特别是阿拉小辰光80-90年代辰光，搿搭是根本没公交车的哈。但是搿个想交车的路呢，搿是相当方便的了交通啊。25公交车方向。好，那么接下来呢，阿拉是好像现在到了第二站对吧？从终点站开始第二站。搿只站头叫啥名称啊？张强。南面搿块呢，老早是黄浦区区政府的地方。对。阿拉搿沿路搿车子东面呢，靠外滩附近一段呢，老早老百姓来讲呢，还是通勤为主啊。通勤线路，那么搿搭东面呢，东头靠外滩地方呢，伊主要特征是啥？机关多，机关单位多，而且是市一级的机关单位，包括还有像刚刚讲黄浦区区政府、黄浦区区一级的机关单位。那么从西面，假使屋里住辣西面的呢，要到搿搭来上班，那么可能就是。
就是阿拉老早的解放宝山，解放宝搿门口的山东路对伐？哎，对对，老上海是有得记录的，搿是相当老迈的，最高官一条街。对，汉口路老早确实是叫报馆一条街，因为搿个一个相同的行业集中了一个区域，是吧？形成一个，实际上搿比较符合中国人的搿种啊，对各方面的一种情况啊，像老城乡也是个，啥个行业集聚？这个地方就叫啥名字，对吧？这火腿作坊的就叫火腿佬，对吧？做米筋的就叫米筋佬，就是搿能介样子。好，搿一站呢是来了福建中路，实际上是主题广场背后头了啊。因为主题广场前头是步行街了，搿段步行街做了相当早了，是1998年辰光开始做，1997年正式开通运营的，对吧？就是从湖南路、南京路、湖南路搿段到西面的西藏路口口头。搿能一段步行街，对阿拉来讲影响相当深啊。因为我小辰光乘廿路，虽然讲勿是老多哦，我廿七路乘得相当多。廿路呢，廿七路呢，夹勿过。搿有辰光呢，有廿七路去搿个地雷桥方向，搿夹勿过哪能办呢？搿么廿路来了，我问光光老娘讲，我勿要上去，我乘昨天亲身专车的一眼特点，基本特点。好。啊，好，我讲讲。搿趟阿拉南路呢，亲身指点的公交车车厢内，以辉煌为主题，十条大张的地板贴、扶手、拉杆。背板最先，大家好看到的是上海市市。啊，吴师傅啊，侬辣盖搿南路搿条线路高头开了多少年了？我是到南路是从事南路的管理工作。嗯。我南路车子没开过。嗯。我也帮大家介绍一下南路的情况，好吧？南路的起始站是汉口路的四川中路，还有另外一头呢是中山公园的北洋路，搿单程呢路线长度呢会帮长宁路，比方讲购物中心是中山公园龙之梦，还有得恒隆广场等比较闹忙的商业区。对对对。那么侬觉得就是讲为啥搿条线路啊介受到上海市民的关注呢？搿是因为伊、因为伊是。搿就是我前头讲的，因为伊驶过的地方呢，基本上是上海最闹忙的闹市区嘛，对伐？人民广场，阿拉现在到就是人民广场嘛，对伐？而且我听讲就讲开南路的，就讲搿条线路的公交司机啊，服务侪是相当好，对伐？对对对。而且阿拉每天出车前头，好像对车身的清洁啊，各方面工作细节。侪是老注意的。对，车辆呢，阿拉南路车辆呢，每天夜到来厂里向有专门管消毒的人员，对车辆车厢内进行消毒清洁，对外车身也进行清洁。所以讲，阿拉需要，因为南路呢，伊经过的侪是闹市区，阿拉就希望伊的车况也好，车辆的面貌也好，全部得到最佳状态，让伊投入营运。阿拉现在看到。国际饭店了，到国际饭店了，啊，那镜头往外头推一推，国际饭店，好。这个国际饭店相当有名啊，这个头戴起来看，对吧？帽子啊要落脱了，那么帽子要烫烫牢，捏捏牢。国际饭店呢，层高是有的廿二楼，地下两楼，对吧？有资料讲是一共廿四楼，对个是廿四楼，那么地下两楼，地面廿二楼，要讲清爽的啊。那么伊有交关个剧场，唱剧啥呢？30年来造的，引领了上海半个多世纪的这个天际线的第一高度，一直到80年才实现的，搿是相当不容易的，搿是一点。还有一点，现在阿拉有讲法，搿叫国际饭店是啥？这个勿对的，勿是搿个意思啊。上海的中心应该啥物事？当然政治中心了，应该是人民广场，应该是市政府门口的。那么国际饭店的搿个中心呢，有中心的、啥个中心啊？搿是搿阿拉出位置地图高头搿方面的啊，地理信息高头的。伊搿是搿是做啥物事？阿拉做地图，地理要定位，要一个原点，搿是搿能介的啊。就像数学高头讲的对伐？一二三四象限中间有个原点，是这个意思啊。好，那么搿搭经过了又过来啊，刚刚是搿个。老早旧上海叫宝马总会的，对吧？现在是上海历史博物馆。那博物馆也是搿两年重新弄好以后，对吧？我一直觉着啊，搿个历史博物馆啊，上海历史博物馆讲上海自家历史的，把阿拉宝马总会搿幢楼是相当值的，因为搿幢楼首先整个就老热闹的，对吧？
而且伊比较符合上海搿总体个气质，啊，当然搿里向相当最后转来啊，搿相当饱和度了，因为交关人也熟悉了对伐？阿拉搿嘛也勿重复了啊。搿段南京西哦，两万平哦，成都北路的西面，西面属于静安区，静安区。成都北路的东面属于黄浦黄浦区，阿拉已经跟脱了，对对对。我小辰光从黄浦区到搿静安区呢，实际上就是跨过成都北路搿条路，非常有意思，非常有意思啊！是啊是啊，实际上呢，搿段南京西路啊，我觉着啊，跟南京东路对左面是广电大厦，搿个镜头看叫上海电视台到了，广电大厦，搿也是，现在是老上海，也是一个老重要的地标了。阿拉今朝上海电视台朋友也帮阿拉到出镜子，哦哦哦，好好好，好极了，好极了，要请伊谈谈了，电视台呢？我小辰光印象啊，有只老高的电视塔，对对，拆塌，是吧？搿只拆塌呢，大概九十年代搿皇帝的辰光呢，拆塌了。拆塌了后头呢，我晓得的，留了只脚，留了只脚在里头，有只拆塌的脚在里头。到进到这电视台呢，才看得到搿只台，搿只花台里向。我是去拍过照，因为我晓得搿桩事体啊。我印象最深的呢，就是南路开到搿搭的辰光，哎，伊好像会得经过黄家沙，哎，对个，晓得没错啊。那右手边搿搭呢，搿幢德记大楼是非相当有名的，是吧？老早曾经呢是少年儿童书店的，是吧？来了右手边，搿幢德记大楼也是算是一个老建筑了啊。搿幢公寓楼呢，应该讲相当一段时间，特别像来无锡地区啊，高楼比较少的。应该讲影响力相当大，还有搿幢动物大楼，动物大楼隔壁呢就是黄家沙点心店啦。摄影师镜头往左，来了，880号搿幢啊，伊是一幢，那么看搿幢楼啊，门面老小个，是独栋建筑哦，独栋建筑三层头个小楼哦，哦，蛮有意思个哦。咾黄家沙来上海呢，相当有名个，特别来了那个西区，阿拉老早讲个西区了，对个。好了，对，搿侪是石门一路，搿侪是单向站，过来方向是没个。中山公园半行动路，哎呦，南京西路呢，还有有名的，对个，黄家沙刚刚阿拉朋友讲了啊，有一只当时全国独一无二的 S 型的天桥，你老师大概晓得个吧？在那个只石门路路口头个南京路口头个 S 型的天桥，哎，造镂空啊，铁栏杆镂空，造型相当别致，这个是全中国第唯一一个啊，我据看资料是搿能介讲了啊。就相当有意思，在路口呢，还有交关除脱黄家沙啊，还有啥个新华电影院啊，对吧？等等啊，比较有名气的。刚刚阿拉经过电视台的辰光，哎，阿拉朋友一道讲。有这么子忽略掉了，有个伊斯兰风格的建筑，当年是比利时人阿尔伯特科亨开的飞星车行。哦。他这个车行呢？哦、对。他这个车行不是出租车的车行啊，是黄包车的车行。黄包车。他本人然后在淮海中路的那个瑞金公寓，也就是艾斯公寓，那个是他的房产。然后过了那个过了瑞金路以后，有一个人民坊，那个人民坊原来叫林达坊，是为了纪念他的妻子，以他妻子的名字命名的。就是这个人本人他的产业很多啊。然后艾斯公寓底层有一个美标杰具的一个代理商行，也是他负责代理的，就是他本人产业。对呀，我从阳台高头往下头看呢，老底子呢是看到南六路电车对吧？26路电车。咁阿拉南京路现在开黄家沙开过了，前头开司令，开司令马上就要到站。开司令，咁么开司令的由来侬晓得吧？开司令的由来呢，我晓得，我觉着也不是最顶要紧的，顶顶要紧的还是伊个奶油香。那我有个点我记了老清爽，就是讲，因为前头刚刚张兄讲到阿拉，伊不是英文名字来的，对个，伊是凯司令，对。当时好像是为了讲纪念北伐革命胜利，对。哦，搿搭又相当有故事了。哎，搿最有名的《色戒》里向色戒里郑平如和丁默村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是的。西伯利亚皮草行。那我们今天可能没有时间去细讲这个。搿只皮草行辣盖啥地方能晓得伐？张老师请讲。哎。这个我倒记得了，应该是要靠近陕西路搿搭。对，马上就要到了。马上就要到了。当时我印象当中，就皮草行主要是老早是白鹅开的比较多，但是好像搿只西伯利亚皮草行好像，据讲好像是中国人开的，好像是搿能一讲，因为搿个地方呢，我理解是搿能样子的。我理解是这样，这个地方在租界时期或者说任何时期，就是上海比较繁荣的地方。美龙村酒家就来了做手边，老早是做老牌川菜，开到黄家沙前头洛阳村，原来是做淮扬菜的，做淮扬菜的，现在绿阳村存在这个我们的右手边。
阳春可能有点远，不一定拍得到，可能拍不到。那这里其实也是我们上海的一个时尚地标，比如说前面有蓝塘皮鞋店，磊达，有那个开开衬衫的店，原来是在石门路口，开开，哎呦，还有红翔，等等等等。这一块地方在历史上我个人觉得比较有趣的地方是什么？他们现它原来其实就是一片商业复古的区域，现在还是我们看到这边刚刚这个翻新好的是那个中心太傅吧，中心太傅刚刚翻新好，然后不过等 FM 所 M 比那以前的美容真实的，我想请问老师那高头吃还是当女朋友一道吃啊？是阿拉娘娘带我吃，哦，娘娘带的，阿拉娘娘搿辰光正好从海外回来，哦，我辣搿搭吃了披萨，搿是属于比较那辰光比较洋气小吃，搿是90年代初的事体。搿是想去属于小子啊，葛末我想好好弄，阿拉老里八糟好像就那搿搭山东商业建筑啊，有只名称侬晓得伐？好，老里八糟。哎，就是因为埃辰光搿搭是商业建筑比较多嘛，就是小白领喜欢那搿搭有只名称叫法。金山。哎，金啥个金山角？美塔恒金山。哎，对个。好了，阿拉开始过小白过正宗金山包。那阿拉现在经过。恒隆了，恒隆广场十多年前是曾经的浦西第一高楼，66层。对呀。现在八里四楼上好以后是八里四楼最高了，133米，或者总是往起那个。哎，现在比出了是虹口八角来了啊，现在又高了。搿只数字上海勿定的了，还是刷新的。最高在浦东啊，搿勿讲了，对伐？搿段呢最经典的呢，还来了左面搿只地方。左面，大家也晓得个啊，老法的名字叫中国油的。哦，看到了。叫上海最来东尖尖顶，尖尖顶。大家可以看一张照片。哎，对，好。哎，我们转，我们转一转角度。照片就是来了这个中国油画大厦搿个后门，阿拉搿是后门啊，南京西路高头。南京西路的门。搿只车印呢是大妖精辰光。大妖精辰光，大红旗。大红旗，搿是全中国第一部。交接十五块钱啊，但产量老低啊，不要去讲伊了，大概一两部啊，就多了。南路高头用啊，肯定用啊，搿部车子显然就南路。搿车子呢，来了交接的搿执棚的地方啊，那个当中的地方，有两个小窗门，哎，老别致的。搿在老早巨龙车里向是没个啊，没个能介个装置的。那当然呢，因为搿哪晓得大妖精搿背景下头产生个物事嘛，对伐？勿一样，就是搿能介个样板了，做了个两只啊，拨㑚看看叫阿拉个工业水平啊。阿拉目前是开过了叫啥一个同仁路，前头呢就是现在的常德路，老早子辣海公共租界时期呢是叫赫德路 ，Robert Hart， 搿 Hart 是相当，搿赫德搿个人是名气相当大，最后是被清政府追封为太子太保。太子太保，当然因为伊主要是辣盖个关税方面，他在关税方面，因为帮助政府解决了税收问题。当然了，不能否认，他仍然是代表了帝国主义殖民者，这是很绝对的。哪能可以搿能样子呢？对对对，所以阿拉目前呢，辣海右手边，跟公交有关的事体。哦，搿是辣海左手边。左手边，来，请大家去。阿拉选一选。葛末今朝是讲公交还是先讲左手啦？公交商业，葛末应该先讲左手事体了，对伐？好，阿拉看看两张照片啊。侬跌倒了，上下跌倒了，下头张照，上头张老。冇搿一样的呀。新颜色，搿张是大概30年代个，搿是常德路。阿拉可以看到左面的方壳子一样的车子，有的两根小辫子。对个。迭个是无轨电车。无轨电车。所以呢，右边呢是一根头小辫子，根本就是有轨电车。啊，这个车厂咱们可以同时看到当时英商电车公司，英语我们是叫 Shanghai Tramway， 它的这个无轨电车和有轨电车。对。那比较有趣的是 ，Shanghai Tramway 它的首字母为什么是 S？ 大家看到这个车子上有一个编号是 B 开头的。对 ，B。为什么是 B 呢？那这里是 British Concession， 也不是 British Concession 吧，公共租界，我前面讲的也不精确，是英国人的，所以是 B 开头的。好，我们看下面这张图，这张图是一位英国友人，在一九
80年代初拍的，具体年限我一下记不得了。大家可以看到车站的具体的建筑还是原来的这个相关的建筑，车子换成了，对，那个顶还是原来的这个车库的点，这个 garage 的顶还是一样的。那我们可以看下边的这个车子都换成了国产的无轨电车。那其中啊，我们可以看到有当时橙色的、蓝色的，这都是大家记忆的561型的极型的这个无轨电车。两台车子。对对。同时还有一辆蓝色的带有海鸥商标的这个无轨电车，圆头圆脑的。圆头圆脑。圆头圆脑。像这米包一样，我们是叫这个 SKD663型电车。啊，这个车子基本上可以勾起我理解从这个50年代到80年代生人的这个记忆。啊，这两款车型，那个圆头的车子，我们可能小时候还看到过，对吧？圆头圆脑，像我搿小辰光看到过了，勿大多。80年代后期，它还有小量的记忆。但是伊旁边的车子阿拉看得相当多了，对吧？5、6、1个是直车型，阿拉就看得相当多。好。我们现在已经到达这个静安寺车站，这是比较有名的地标了啊。啊，我们先讲这个静安寺，大家知不知道南京西路英语是怎么叫的？哎，牛津西路英文哪能讲了？哪能讲？Bubbling Well Street。Bubbling Well， 不，这井，哦，对 ，Bubbling Well Road， 我也讲错了。这井 ，Bubbling Well Road。这井会得冒泡泡的。对，静安寺门口有一个泳泉，对吧？那巴布林维尔有一个泳泉，哎，对，可是外国人的一个对法啊，这个是外国人对法的一个想法。有个好听点的中文词嘛，叫吹泡景路。这个就中国人就觉得很难。正式的名字叫静安寺路。对，阿拉现在开到静安寺了，对吧？对，阿拉现在到静安寺了啊，咱看到了，实际上是古朴跟现代交织了一道，对吧？搿搭是庙，搿搭是九光。九光宝库啊，九光。对，斜对面是那个正，另外一边是静安公园。对，当年是有这个租界时期是有其他的一个用途的。对对，其他用途，但是还是忽悠一样的。然后大家知道静安寺在这个佛教内是哪个宗系的吗？考考大家。哎，阿拉宗教勿是先勿涉及，阿拉先讲车子。阿拉先讲车子，我就讲来说，哦，这个是伊拉主播搿个会长，会长。好，搿来考对应一下了，搿个。侬要拿一套车型对伐？哎，一套车型来对应一下。阿拉呢，倪老师有准备，阿拉也有准备。阿拉准备一套钞票。基本上跟搿侪相对，搿个工资肯定侪有了。搿套物事呢，外头基本上扣勿大到。因为搿套物事就是根据南路地处呢，辣盖勿同的历史时期设计的徽章。葛末我反正可以讲一讲，就是搿搭一只呢，就是阿拉现在乘的搿只青年车型。葛末还有几款车型呢，阿拉可以请搿阿拉个张兄介绍一下。好个好个，嗯。第一款，对吧？倪老师已经拿出来了。那么我因为有准备的，那么阿拉弄只照片啊，一道看看，里面有味道的，对吧？那个老上海嘛。哦，来这，哎来。第一张，来。第一张。左上角这张，那么颜色一样的，配了好吧？这个是比较有名啊 ，G 六一，搿叫561 G 型的无轨电车。这个是70年代的设计啊，但是来当时是应该讲是风靡全国的，一股风哦，老结棍啊。因为阿拉个上海个电车造出来，不光上海自家用啊，全国各地侪要用啊，阿拉输出上海，对吧？嘛，搿辰光全国有电车，甚至于老早还没刚刚开始有个，像啥地方一种西安啊，对吧？都啥地方？兰州，最远到兰州，对吧？北面长春也去个车子哦，风靡全中国，啊，相当经典，对吧？搿是一种，啊，葛末搿搭过来还有啥个？搿一种哦，搿一种古朴了，搿老了。嗯，这个好像宋老师比较熟悉了，这个是进口车，斯柯达，对吧？进口车。我到捷克去看了，就没看过啊。我是因为有体验。斯柯达。阿拉来看下捷克现在有啊，斯柯达八千来英里。来了，响了。捷克达、斯柯达，当时只不过阿拉是蓝颜色的。工业设计的风格个么子，对吧？搿地方，肯定能。搿桩事体，我还专门他我父亲叫啥一个沟通过。我专门请教伊，讲南路有乘过迭个车子伐？伊讲有个呀，我小辰光乘过个呀，中山公园看到过个呀。中山公园看到过。啊。好，相当好。讲起斯柯达呢，实际上搿只公司辣盖今朝呢，还是辣盖帮上海市民发生交关个密切个联系。大家勿晓得是勿是有勿有就是买过一部车子，实际上也是斯柯达个车，就是上海大众个斯柯达，啊。
斯柯达精锐、斯柯达昊锐、斯柯达明锐，哎，还有运动款，对吧？因为我觉得捷克车子呢，伊有的特点，非常皮实、厚重，质量是用了老一个。因为我觉得伊搿只厂呢，是像搿只公司老，哎，对对，生产武器的，对伐？所以伊生产物事质量还是比较好的。据讲，伊帮卡车上一期的话，好像还是保持了比较好的搿只。搿是可以了。嗯。好，这个有没充的？那么当中搿辆，当中搿辆是经典了，有个底槽啊。好像阿拉搿趟搿百年庆生活动，好像也用到搿只噪音。因为上海公交起源讲了是1908年3月5号，没错，搿是伊历史记载的，是伐？搿么起源的是有轨电车开始的，搿辰光没公共汽车，没无轨电车啊。对个。咾么，阿拉讲搿最初搿是上海公交的源头，是老大的一桩事体啊。咾么，我们代表性的是搿个，肯定要拿出来一样的有轨电车来拨大家看看瞧，对伐？有轨电车实际上搿个素材呢，老上海留下来的相当多啊，我觉着是相当多啊。老的电影也好，老的各种各样杂志资料里向照片，稍微的好看得到啊。因为搿事体就阿拉就勿多讲了。对对对，现在可能市区有轨电车已经看勿到了，只有辣盖张港。所以来老一辈里向印象里呢，有轨电车实际上就代表上海过去，对吧？特别是现在在拍老上海电影，也是搿能介个呀。要弄台电车摆辣海，好像味道就出来了，那个哪个感觉？那么只有辣盖车东影视基地里向，现在只好到影视基地去做搿事体了，对吧？搿相当比较可惜啊，可能啊，因为来了路面呢，各方面嘛，阿拉搿城市交通呢，承载能力各方面因素，哎，确实呢，对有轨电车来讲呢，也比较难再继续搿能发展下去了。毕竟当时像各种各样的情况，发展无轨电车是当时上海到保障通勤的一种前提下头比较需要的一个。好，这个方向，好，所以就往上走了。26公交车方向。再下头两只是比较新的了啊，搿我们讲了，对伐？那个那个青泥厂，阿拉现在是不是还就是青泥厂了？对，我们在讲了，啊。好，现在刚刚弯了几弯啊，浙江还在静安寺地区，对伐？浙江已经进入愉悦路了，搿愉悦路右手边呢是静安寺个九华湾。啊，这老房子啊，20年代的老房子，上头呢是加固层的，啊，本来没加高哦，这消防它是看不见了，包了里头，啊，旁边呢是这个世纪中学，对吧？比较有名的啊，刚刚讲了愉悦路，哎，愉悦路这条路实际上还是蛮长的，我觉得，哎，蛮长的，对吧？因为伊跨了两只区嘛。对，因为伊当中隔了个正义路呢，东西两半，对吧？等于是东西两半。那么搿搭边现在是静安区啊，啊，还过脱永吉坊了，永吉坊是比较那个静安区，搿个愉悦路东头比较有名的一个路段，啊。啊，咁阿拉宋老师应该对愉悦路还是老交关享受，对伐？哦，来讲讲。讲老实话呢，我对愉悦路呢也没啥特别的看法。实质上，愉悦路呢是南路电车的初心之地，阿拉讲。对。这20路实际上原来就是连接静安寺和这个中山公园。那在1928年9月28日开通。咁么愉悦路呢，伊实质上搿条路有几只特色。一个，阿拉现在开觉得伊是勿是弯弯曲曲的？第二，大家注意一下，两侧的房子，侪是比较好。辣海当时，因为是1920年代、30年代造的搿房子了，辣当时侪是阿拉现在叫新式利用房子。新里，基本上都是前边有花园，后边可以停车。阿拉上海我刚讲叫有的汽车街，有汽车街的房子，实际上是在当时的，用我们现在的讲法是一些比较。中产阶级靠上的，甚至刚刚说当时的讲法是比较偏上的，搿点人群的。老法里叫深家花园。对，几岁几年就是。好，右边是上海几岁几年就是。哎，几岁几年。搿只不是啊，外加有的相当多的房子。深家呢是中国实业银行的一个投资房。老多是银行的产业。所以对面这弄堂叫中实信贷。老多是银行产业。哎，那中实信贷这门路。好了，马上要到正宁路了。市民改制啊，我在市民改制，对，是跟上海宁波人的那个群体啊，有市民公司的关系。对个，有交关是金融界的人呢，都来了搿搭投资房地产，对，所以搿搭名称呢，交关就直接就是搿个伊拉个银行啊，勿啥物事上头来个名字，所以是就留下来了交关痕迹啊，把阿拉现在去考证上海历史啊，提供了一定的印象。有块牌子，弯曲路道叫啥？要谨慎驾驶，就搿搭地方。哦。老早这车嘛有堵。
叫啥一个，可能小汽车比现在少得多。小汽车比现在少，是真的是需要当心了。路介小，廿路还是交接式电车，对，要开了介小的路里向，还要让几个车，对吧？是。老早对一个驾驶员的考验是相当大。阿拉来采访一下公廿路车队的吴师，那么。阿拉司机一般性开到余路要注意眼啥呢？因为余路呢，伊就讲路比较暗，对吧？首先，要注意旁边有非机动车，对吧？还有就是进站的辰光，尤其要注意旁边的树木高度，因为上坡车子的顶梁会得去帮个树木啊发生碰撞，对吧？还有现在阿拉交关也就是讲堵车子有这个必定，对吧？就为也会堵车，必定工作，就讲希望驾驶员阿拉就是希望驾驶员来个通过路口，都可以，就肯定有地方蛮好啊，让行人。哎呦，因为马路小嘛，黄老师，我在来吃，对吧？我在来吃，就搿。我男士去出来，我从来勿大，小辰光从来勿来。男士去还有啊，等我庙过后进去，弄不到一块半。电车司机，搿工作辛苦，对伊拉嘞。伊拉呢，现在也加点放了几趟，肯定辛苦啊，因为电车勿管哪能，一般性要半年嘛，那个等到时候贴了那头。伊要过高楼，要过。还要过线，本来都关心要弄两块的嘛，因为阿拉现在也晓得，阿拉地图系统呢就讲并不是所有的路段侪有加空，其他或者通过就讲没加空的地方，港都摆下来，到有加空恢复的地方，对吧？就到搿搭小个庙里头，对吧？工作妇女是肯定要比妇女是现在搬到新进去嘞，相对来讲比较要比大庙繁忙。好啊，那么阿拉现在呢？哦，现在搿搭我要开始讲了。这块土地大家看上去都是很漂亮的别墅，但是在历史上是有一段不可铭记的记忆的。祖师比这一块地方我们叫它傣土。傣土为什么叫傣土？谁的瓦宁等的对吧？傣土陶傣傣土地的土。这一段地方是在汪伪政府时期，就是汪精卫叛国投敌之后啊，他的各种人物就聚集于此。为什么聚集于此呢？这个各龙囊那进去都有的歪歪曲曲弯弯绕的，就像现在的谍战片一样弯弯绕的，里边没有任何好事。这个鸦片，各种声色鹦鹉无所不包，然后据此产生了大量的财富。当然最后这些人在抗战胜利以后都不得善终，这肯定的呀，这肯定的呀。阿拉现在到余路江苏路了，到江苏路了。那么西昌大家不晓得晓得吧，就是余路呢有一家比较有名的点心店，就是就是歇业了，歇业了，对个，然后呢，就讲交关市民呢跑到外地去打卡，交关市民也包括我来里头。哦，哪去了？古城小路对吧？对对对，古城小路刚刚因为没吃红灯的辰光，正宁路口头刚刚有两个老的廿路乘客也讲，伊拉就住了搿搭。哦，那对搿个肯定相当有感情的，这个肯定。像我一个男士出身的小赤佬，从小不来搿只地方的，我也晓得古城小路的。我工作了以后，我经常到这里吃。那么侬觉得富春小龙到底好吃不？味道蛮好。哦，侬觉得味道蛮好。我会吃小龙的人。但是觉得伊皮子好像难我口。搿我当一种风格吧，就是。哈哈味道还可以了。伊旁边还开了只富春啊馒头店，对伐？馒头店对。在旁边又开了只富春的富春的西店。对吧？蛋糕店，伊好像一条龙侪有，对吧？在旁边嘛是只叫，在旁边借拨人家，老早有只叫王记葱油饼，对吧？伊个葱油饼好像是卖五块钿一只。哦，这个葱油饼呢稍微有点辣手了啊。啊，五块钿侬觉得贵伐？辣手哦。现在好像想想也还好。对，人家阿杜阿杜葱油饼卖十块一只了，对吧？吃一块哈分小龙。要讲到阿杜，我又发一句了。像老早喜欢吃小龙，啥地方来塞头？搿种介事，对伐？到阿杜我就想到伊老早南昌路高头只开头个。嗯。实际上是茂名路159弄啊，2号后门。对呀。后门是开了南昌路高头。对呀。
侬现在去看这门啊，熏了没黑的，就原来生炉子的地方。怎么搿是烟火气的？现在讲起来。阿拉现在应该是算辣盖长宁地界了。长宁地界了，过了正经路朝西就长宁地界了。现在搿段原路呢，因为修两号线辰光呢拓宽过的，跟旁边就原来个原路呢风貌是不一样的，对吧？那么刚刚风貌区嘛，现在搿地方就下趟也勿好再拓展了啊，就是搿能介。那么进了长宁区以后呢，原路搿个交关有啥个名人啊、故居了啥，就特别多了。就特别多了，就阿拉现在敲红灯来了江苏路口头的东面了啊，随便各举的例子对吧？安定坊、搿面、富来有名伐？翻文艺界、翻译界对伐？富来住了安定坊，来了江苏路280号线。伊好像是搿搭属于伊一只故旧居，旧居，因为伊住的地方之一嘛，比较多对伐？富来嘛是搿辰光还勿上海对伐？南汇人对伐？伊辣盖周浦有只故居，周浦有只房，有只伊拉个故居，纪念馆做出来了，相当好啊。因为富来对文艺方面个造诣，包括对屋里向个子女光教育，富来家属大概晓得对伐？现在有交关独到个东西啊。再过去点嘛，中心女中就是十三女中，在后头点点对伐？稍微过去点。要人家报名，现在基本上是上海还独排女中了吧？有吧？唯一少女子中学，唯一是公办独排了吧？独排了。女的九中还有的汽修女中啊。搿是阿拉淮海路高头的。啊，辣盖徐家汇一只电视中，电视中啊，也是女中。对啊。因为搿些女中老早基本上侪是教委派，这个路现在又变小了嘛，对吧？但是弯弯曲曲呢，也讲起来有上海味道了。去小马路。那我得有张照片。这张照片啊。搿是法国里昂的里昂，侬看搿是法国的小马路的样子。啊。侬看搿梧桐是比阿拉上了还要高是吧？嗯。就搿就是小马路的味道。那仔细看里向有部电车的，老。老仔细看，侬可以看到电车的，搿是叫啥？一个里昂，相当有意思。辣海小马路上开，实质上阿拉个上海马路啊，也有得伊老特殊个上海味道。当然，愚园路搿搭，就像前头张老师讲到，还有老多个叫啥个名人个，相关个。三村个门口啊，是103路，旁边是愚园百货公司，是搿两年新做出来个，现在也算网红地标了啊。我们现在这个网红到底哪能看？网红到底哪能看？对伐？愚园路搿个算网红。鱼露搿眼当然是网红了啊，也是算网红了。搿侬会得经常来打卡伐？我来嘛，红叶花园不是老经常。哎，红叶花园到了。我晓得个是伐？红叶花园是老大只弄堂啊，像相当深，也有一些有名的人物啊，比方讲那个钢琴家傅盛英，对伐？等等啊，我们就开讲了。鱼露就像现在武康路老啥个，侪是网红打卡的，不光是本土的上海人会得去。现在是外地在上海的游客啊，全国人民晓得哦。老外现在来武康路、来愚园路，要比相比于阿拉老早老一辈的去城隍庙、去南京路搿能介个概念了，已经到搿种程度了。侬讲伊红不红呢？啊，搿肯定，我觉着肯定是红啊。王伯群刚刚已经过去了，过去了。王伯群过去，上宁少年宫。王伯群过去。西区应该讲是最漂亮的。上宁区少年宫。嗯。而且阿拉搿搭也好介绍的。介绍。王伯群搿人侬熟悉伐？王伯群搿人呢，阿拉晓得。国民党个交通部个部长。部长。对啊。伊实际上勿是。大厦大学个校长。对，大厦。大学，不是上海人，主角不是上海。是搿个华中地区，我记得想不起啥省份了啊。伊搿只房子呢，汪伪时期的时候也被汪精卫给占用过，有张老有名的照片，就是汪精卫和楚明仪两个大汉，一处在一个宅子前面的草坪上面，然后在那里交谈。老有名的照片，北京就是个大宅子。我印象当中，王伯群呢，就是刚刚他的夫人，好像是大厦大学的一个校花，哎，后头保志宁，哎，后头反正追求以后，最后结婚了。但是实际上，伊拉两个人等了结婚，家又等了等不多少辰光，嗯，就后头因为可哪晓得又爆发了一个嘛，就走。阿拉现在来到愚园路个176/6，哎。哇，1937年，搿搭一只弄堂，因为已经接近中山公园，桃园坊，搿有只红色景点，红色打卡地，啊，杭昌里向有只波尔什维克的一只吃布九子，对伐？杭昌里头，但是搿搭一块呢，因为哪看到搿房子收租户勿一样啊，大部分是长宁区区政府用的，对面还有只红色的路易爱黎的。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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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就讲愚鲁现在呢，经过城市更新以后啊，你好像焕发出一种新的商业业态。因为像阿拉老底子里向，感觉愚鲁现在比老早还闹嘛，比老早还有闹，还有得看头，就有一个种味道了。像老早纯粹是一个当地地区，大家就附近住了附近的街坊们出来一个生活的配套设施。就一个大家要去啊，油浆店啊，这种对吧？去买买酱油，买买一些小菜了啥，就是讲生活必需。哦，阿拉现在到上海最重要的一层，对吧？已经老开窗了啊。在老早的角落头呢，上影电影院，对吧？门口呢在八十八路六十七路总店站，对吧？我是冒充无锡老底子啊，我实际上对无锡嘛。有个老大的新华书店在搿只位置，就在口口头。搿个地方呢，我老早只做一桩事体，到东山公园里头去白相。东山公园就辣门口。搿个呢，回到屋里，我搿搭调头个南路，特指南路地车的线嘛。那个辰光到搿搭南路就结束了。对。南路老早到搿搭结束了啊。对。这张照片没打，哎呦！搿照片我看，这个照片呢，阿拉实质上还是有一张当时的一个情况照片，下趟有机会呢再展示拨大家。那么中山公园呢，实际上，为实际大家晓得老早是叫兆丰公园，老早叫兆丰公园。那么还有一种叫法呢，阿拉讲吉斯菲尔花园 ，Jasperville， 是叫 Jasperville Park。那么，辣盖衲印象当中，中山公园现在是相当的繁华，对吧？那么老早是属于哪能样子的这种情况，哪晓得？早么来了门口头个公园门口，搿就公园了，公园门口头。是一个比较细密的一个商圈，规模呢小眼，肯定没秦淮是大，对吧？搿种位老挤的。哎，搿种呢，如果对我来讲，像我小辰光比较陌生啊，应该讲是比较陌生啊。但我概念里是有眼的。公园里呢，也去过啊，春秋游也去，搿种春秋游老无聊的，去搿地方对伐？搿种侪是搿能介个呀，大家侪晓得经历过啊。中山公园呢，搿园林呢，中山公园呢，实质上呢，真正有阿拉现在讲起来有特色的是音乐的。这音乐的，因为有点老么子个里向，从我小辰光印象来讲，搿里向是小桥流水，我就屋子头住辣里海里向徜徉了。对。到了西区，搿搭还有嘛，就是西面比较有名的，老早叫西兴街个地方，对伐？搿才是常人比较老土点才晓得比较有名的西兴街、中山公园，侪是比较闹忙个地方。再过去就是，老早叫西站。上海西站、长宁站，包括搿个西站，跟刚刚阿个黄北群搿只长宁少年宫个房子啊，来了一部电视里向侪拍到过了。嗯，围城。就是著名的围城，围城电视剧，还没什么讲讲嘛，对吧？因为这个黄蜀清导演，我告诉伊拉搿个班主是老有眼光的，选个地方相当好，对吧？苏文纨的家就是王伯钦故居那幢楼，对不对啊？方鸿渐要回家。不过搿辰光已经改名字叫长宁站了，啊，还相当有味道，对伐？可惜搿只站都九七年拆脱了，因为造搿个三号线辰光呢。好，现在阿拉到中山公园长宁站，啊，长宁路站到了。现在长宁路是老早长宁路是比较小的一条马路，因为伊西头呢好到北风景，东面是从曹家渡开始，啊，中山公寓搿搭原来其实高楼不多的时候有一个公寓叫西园公寓啊，刚刚已经经过了，当时它是制高点，其实现在，西区最高最高的了，现在比小弟弟了啊，对，现在小弟弟，现在搿搭侪高了，像中北天、广场咯啥个楼，阿拉现在有车比准的，龙之门万丽酒店到了。来旁边就是龙之门广场。这路呢，现在还是在啥呢？中山公园是个商业中心，相当有规模。当然了，你首先能成为一个商业中心，有一个先决条件的交通。搿只侬看是3、2、3、4号线三条线。对，往阿拉往左边，镜头往左边拉过去，中山公园站地铁。三号线、四号线。对。两号线在地下头，对吧？伊拉有个当中一个通道好通起来。那么其他嘛，地面公交更不讲了，对吧？交不同。今朝正好走马拉，可以看到马路高头交关市民朋友。那么过了搿只，就是阿拉讲搿只地铁站以后啊，实际上又是一段风景，对吧？
阿拉可以看到搿搭商业还是比较繁华啊。商业比较繁华，对个。包括搿搭商圈前头两年，面搭面搭圣玛丽亚女，圣玛丽亚女中，长宁来福市场前面是一只网红，现在侪是比较有名的地标，里向有一只钟楼辣海保留辣海，旁边呢作为眼更新，对伐？伊商场呢就是全新的房子，各种各样现在是，那么现在的商场就跟老张提到来看呢又不一样了，嗯，它会更加注重融合文化体现了，就勿像老早是纯粹是太平，它造只新的玻璃房。好了，阿拉看一看右手边，现在实质上阿拉已经可以看到中山公园了。啊，你搿个比较。侬比较茂密个地方啊，一片月亮是看不到，因为阿拉已经从离开场，离开场路弯过来了，弯到搿叫汇川路高头了。实际上阿拉左手边老早就是搿个上海西站繁华度火车站了，老繁华度，繁华度火车站，繁华火车站老老个，是1910年代个物事啊。往西高头一只小台，我们说搿搭老早是勿是有座铁桥啊？对呀，过苏州河。搿辰光看到铁桥物事，就讲90年代老多种。港台来个明星来个，就是来个的，不光是港台明星，包括阿拉上海本土啊，国际明星傅子明，当时1995年有一个，那首歌上海歌了，这首歌叫《我的做人》，里面有一句歌词叫做人难啊，做人实在难啊，港台也不难啊，就是在那个铁桥取景的啊。哦，对，非常好啊，阿拉马上就要开到这个位置了，对。咁么看样子就讲，好像辰光也过了蛮快哦。哎，蛮快。没想到马上要到终点站了。一个钟头没到。哦呀，终点站马上就要到了。苏州湖边浪。背后头苏州湖边浪个小路里了，要开。请注意安全，海泉路汇川。所以现在搿阿拉南路师傅介绍啊，就是伊搿只南路线路啊，设计高头是非常有意思。有意思。横跨了上海三只最繁华的区域。对吧？从搿黄浦区、静安区一直到长宁区，而且经过的侪是最闹忙的地方。闹忙地方。所以讲南路是上海门面线路比较经典的线路，没错的。嗯。我老赞成啊！在南路高头打造各种各样的文化信息，各种历史记忆的物事，老好的，老有必要。个人觉得像搿种主题最初是勿是？它有必要多开眼出来。我觉着是。再贴眼搿种啥个公交介绍啥，对伐？老好的。因为我晓得，咱接到也是研究搿种的，研究公交，就让更加多的上海市民是勿是对搿上海公交历史晓得？公交是贴近老百姓的物事，大家都熟悉的。我补充一下，我想到了，我应该是辣海2002，我看看，因为月经我要算一算月经，2019年。我到捷克的第二大城市布尔诺，捷克第二大城市布尔诺去，伊拉呢有只活动，叫150周年的公交庆典。当然材料我今朝没带过来，我得有只捷克其他城市，因为跟我觉得跟南路比较相关啊，就是8TR搿只车运啊搿材料，搿是捷克另外一个城市帕尔多比采。葛末伊拉呢会得每年就是讲搞一趟活动巡游，就是讲派瑞的，那所有的车子。从那爷爷辈的车子开始，那到现在的车子开始，大家一道来看，哎，有意思，老有意思，就是小朋友骑了爸爸头巾高头，爷爷坐了后头来看，阿拉就是从小乘各种车子的老早子，现在呢是乘 L 车子，就不同的几代人的记忆了，还同时了，还能够参与，能够滚动。葛末阿拉是觉着，就是讲从无轨电车线路来讲，伊勿单单是一个阿拉讲复古，实质上伊是上海历史的一种传承。阿拉讲阿拉上海历史搿能一路走来，是从叫啥一个殖民时期某种情况，阿拉讲卑躬屈膝，一直走到解放后，人民群众叫啥能够拿起手来叫啥工龄阶级自力更生，到现在改革开放到。能够叫啥一个逐步的走上叫啥一个世界之巅，搿能一只欣欣相融的过程。对个。咁么阿拉是觉着，从公共交通的角度来讲，咁么是勿是能够通过某种方式，以传承的眼光，能够以公交方式拿上。啊，阿拉现在看到交关摄影迷。上枪对炮已经等好了了。相当于现在要关注上海的公交的人呢，相当多。哎，阿拉今朝搿部车子呢是非常特别的，叫主题庆生专车。好，葛末现在市民朋友基本上侪从终点站下去了。嗯。葛末阿拉镜头呢继续持续。真是我母校到了。
好，现在不好进去就是。侬母校老漂亮。我母校老漂亮，我是看伊拍了一张。老早不是省油，没竞争关系。侬是看了搿个学堂漂亮点去考的对伐？那么阿拉请个南路的搿师傅，胡师傅介绍一下。那么阿拉搿车子，是勿是只保留搿两天呢？目前是搿车子就开到今朝为止。哦，就是讲就搿周末。对，周末两天。哦，搿么应该讲能够乘上搿部车子的市民还是非常荣幸的，对伐？老有纪念意义。搿么刚刚就那个阿拉两位嘉宾也讲到是，伊拉蛮希望就讲学堂就讲阿拉辣盖搿是勿是有机会更加多的就是车子高头。能够展示一下上海公交搿种历史文化，拨市民朋友留下眼纪念，或者是增加眼知识的介绍。对，那包括像，现在搿趟物事，叫今年阿拉南路会得对车子进行更换嘛？用新的车型，也通过上海发布，就是公众号高头，大家也通过投票。但是现在目前看下来呢，第四款车型的投票率比较高。但至于啥车是上线，阿拉就大家一道期待一下，对吧？到上线搿天，大家好看叫。但是，据了解，现在好像是一部带有复古色彩的一部车子，投票蛮高的，对吧？好，咁阿拉先下去，阿拉看叫搿部车子外观造型。阿拉现在今朝乘的搿部车子的车型是属于青年车型，对伐？搿部车子呢是青年双语无轨电车。是辣盖2014年的4月份投入运营的，到现在已经将近要现在8年历史了。八年辰光了，就是讲八年历史，八年了已经。就今年我前头讲就会得进行更换调性了。伊呢，搿部车子呢，相比老早电车呢，伊有啥区别呢？就老早电车用的侪是直流机的机电。搿部电车用的是由变频器控制的，就是交流电。交流电。所以讲，伊的好处呢，就是讲是提升能源，降低降低能耗，提升功率，降低能耗。对。还有伊啊，帮老早电车比起来呢，伊就是讲还有得电控啊，空气悬架，就让乘客乘了搿呢更加舒适性得到更好的保障。在自动性方面呢，也有的 ABS 功能，提升了车子的行车安全。阿拉可以看到呢，今朝来了交关上海的摄影迷啊，伊拉辣盖拍搿部主题新生专车，伊拉对搿车型呢还是比较非常感兴趣的，因为今朝是热卖天。咁么搿款车子是今朝大概开到今朝夜到啥辰光？搿部车子就讲今朝会得已经营运结束起来，伊会得开辣盖，伊还会开辣盖。目前搿部车子有可能要进场，因为伊早班加算下班了。搿么阿拉来采访一下今朝帮一道参加直播的部分车迷朋友。我打了模型了。五六月几啊？好，那么阿拉个车迷朋友今朝打了只模型。好，阿拉拿镜头帮伊推上去看叫搿只。啊。好，阿拉看叫搿只模型。哪能介绍？我需要讲点啥吗？搿只车型是啊，啥辰光？搿只车型是70年代由上海客车厂也制造出来的。然后呢，伊拉也提到了，在车子高头也提到了，搿只车型的闲话就是比较全国无轨电车侪用过，老多城市侪用过搿只车型，是较结实的。勿是斯柯达，是上海客车厂，阿拉自家造的，自家造的14年的电车。你好像属于聚龙车的。就是老早阿拉讲的聚龙车，搿就是阿拉老早讲的聚龙车。咁么之前有张照片，就是南路二十路电车辣海外滩转弯的搿个车型，就是搿只车型，就搿只五六月几的车型。然后搿部车子里向一部上头搿贴画，有扇窗子上头贴画，
也就是搿只车型，就是巨龙车，也是阿拉车迷心目当中，就是八零后车迷心目当中比较经典的搿只车型。对呀、啊，所以嘛，就今朝正好乘搿部车子嘛，上头还有搿种贴画，所以嘛就带了搿只模型，带了搿只模型，就希望能够有眼回忆伐。所以搿种青年电车哎，我今年应该也就辰光要到了。对个对个。对、啊，尤其是搿部0054是第一批上线的搿车子，就是2014年春天上线的搿车子嘛。所以就是讲，目前来看呢，还是比较老化了。但是当时辰光配置还是老高级的。因为当初辰光2014年上线辰光，上海绝大多数的车子侪是两级头部的，搿车子是一级头部。所以就是乘钢方面，就是无障碍乘车方面啊，会得好一眼，就是，并且讲伊个车子伊个车型，无论是我辣海电机方面，辣海节电感方面，侪是辣海当辰光比较算先进的技术吧。嗯，好。嗯。咁阿拉再采访一下其他的车迷朋友。哎，交交个，咁么今朝这个搿趟直播活动，侬觉得收获多伐？收获当然多了，因为我小辰光也乘南路，我南路印象最深的几年了，实际上是步行街还没造的辰光，到了南京路高头，搿搭有张照片呢，我今朝特地从电影里截得来，当辰光南京路老有的烟火气的那个景象啊。人头攒动嘛。哎，人头攒动，对吧？嗯。啊，搿张哈，把阿拉搿张呢，是93年，当时讲老红的。好，我放进去。手机啊，加把劲。手机。好，旁边啊，有一个搿只口子原来叫老虎口啊，当时那个警察岗亭是在中间的，楼梯要爬上爬下的啊。后来因为造了那人行天桥以后有信号灯了，这个警察岗亭就拆掉了啊。当时不是步行街的南京路啊，你看这个人车混行的，非常有烟火气的。90年代的南京路是全上海最繁华的。我当时小时候跟我父母，然后坐这个20路，然后要回家，就在路上堵着不动啊，然后我就趴在那个司机那个驾驶室后面那根横杠上面啊，就看这个车慢慢的前行，然后看前面的人流在那里像蠕动一样的，这感觉就非常有烟火气啊。好，但现在这个场景是看不到的，一个时代变迁了。好，那么今朝呢，因为辰光原因，阿拉就是直播节目呢就到搿搭快要结束了。那么最后呢，阿拉感谢镜头前头各位市民朋友，阿拉新闻晨报周到各位读者朋友，阿拉下期节目再会。